超多马铃薯，马铃薯，马铃薯，马铃薯。哎呀，要不要来玩？啊，你要不要一起来玩？我有声音吗？有，有，你有声音吗？正常。哎，你去载一下这个。麦克风被我猫撞烂了，所以它怪怪的。还行，你声音正常，听起来 OK。没有，它现在的那个线头已经歪掉了。你还记不记得你有一次跟我玩一个我们来互相害的游戏？你来我家拍片，然后你不是把我的那个 Type C 的线一扯，直接那个头歪掉吗？对啊。我现在麦克风连接的线就跟那个一样歪。如果你们不知道那个歪的角度大概是多少的话，你们就想想看，最近过世的那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大概就是那么歪的角度。好，那个你先下载我打给你的这个，然后你干嘛这样跳过我的话题啊？不是，你要怎么继续你的话题？你的话题要怎么继续？你想不想听他最后说了什么遗言？他说了什么？黑洞是存在的，哔哔哔哔哔。最后世界向我们证明，黑洞就是真的，哔哔哔哔哔哔。对，你去网上搜这个 VPN， 是不是？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点进来，这个会不会害我的镜头啊？然后上面写说此网站允许其他人控制你的装置，你的镜头被害了吧？对啊，没有，你就想如果这个被盗了，电脑被盗，会有三个 YouTuber 跟陪你一起下葬。还是我们就不要玩创世神，我们现在开星穹铁道来玩。星穹铁道，玩创世神呐、啊！四星光君，你有抽吗？琉璃哦，抓到了！你们听到了吗？李玉群没有玩，他十九天没上线了，他连新角色的名字都念错。刘莹抓到了，刘莹啊，我没念错啊！你们听到了吗？米哈游，不要再发工商给他了，把所有给他的钱都给我，都给我！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你要上线了，我还可以继续接。跟大家讲一下，我刘莹是零加二，然后不知道怎么一按下去就装蛋黄，我也不想啊，奇怪，这游戏好像只有两个金呢、欸。你有听到你在讲什么东西吗？我讲这游戏没有其他的颜色，就跟放火家的房间一样。好了啦，放火唯一见过紫色的颜色，就是在他看紫水晶的时候。嗯，那紫水晶好便宜哦，这一颗才20万而已，比我指甲盖还小，只要20万，超便宜的。不要乱讲话啦，这怎么改版了、啊？我要怎么？我很久没有进来了。你说我的屁股吗？其实我前几天还进去过、啊，不过那时候你睡着了，所以。好、哦，谢谢。哈、啊、我要把我家重建。我要把我家。朱恩 T 还是朱威被朱恩 T 啊？想问朱的意见，那我们可不可以再想一个更好的方法，让我们变成三角 NT 啊？这样子，我们不止三角 NT 啊，我们可以变四角 NT 啊。然后四角 NT 啊、哦，并不是每一个点对每个点，我们还可以斜边对斜边。那么如果是四个人的话，我们可以组合说最多几种 NT 啊？国中数学好不好？这个我建议会考以后就考这个。可为什么一个字都听不懂？你可以重讲一次吗？这是考很无聊的东西，你不如考这种生活应用题，什么西五取四那个很无聊。但如果五个人可以组成几种 NT 啊，这东西就好玩多了，对吧？真可惜，最新一届会考用不到我这个题目，下一届就可以了。因为算 NTR 吗？我告诉你，我当年要是早就有看 NTR 漫画的话，我就不会考这个物理的时候忘记这个气体了。忘记什么气体？它的 PB 等于 NRT， 我永远就会记得这句话，好不好 ？PB 等于 NRT 啊，气体公式啊。中国大陆有怕写 NTR 会被这个屏蔽，所以他们就说我被 PB 了这样子。哎呀，我可以 TP 吗？你们为什么伺服器里面有那个是水汽吗？对啊，那水汽。他为什么在这里面啊？我要把你的账号找出来，我要ban掉他的账号。在这个聊天室加伺服器，你只能有一个人。那啊，你过来，妈的，明朝皇帝的后代、欸，我要铁装，给我。对啊，你等我一下，怎么了？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哎、欸，我有了，谢谢。哎、欸，好了，下线了。哎，你不要，你不要下线啊！妈跪下，妈老子开国皇帝、欸，老子朱元恩，拜托还我，拜托。哎、嗯，看你乖，来跟着我，以后我让你吃香喝辣。你给我物资，等一下我先改掉我死亡之柱。不是给我物资，朱元，你要给我老虎五只，没有水啊。朱元，不是我要物资。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欸、你不要这样乱丢啦！我送这个僵尸铁，连你都没有，但是他有。不要送他铁了，哎呦，不要不要！白痴哦！哎呀，大家讲一下，我们还有4分30秒，4分30秒没有拿到的话，我们的东西就没了。60个铁哦！你是白痴哦！你干嘛拿走物资放箱子不会哦？什么？你骂我是不是？你骂我？没有，我没有骂你，对不起，我没有骂你，我没有骂你。你怎么可以骂我？我没有骂你，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我要成为这个世界最强的怪物了。你杀不死我，好不好？我比隐形杜鱼还要可怕。我没有骂你。哎，这边有附魔窟窿，跟你讲一下。
哎、欸，我们家好漂亮哦，谢谢。哎、欸，铁还在啊？哎、欸，还有铁，有一个。有没有我捡四十七个？什么捡四十七个？拿来！不要打我！等一下，我刚烧的马铃薯都没了啦！谁叫你要把箱子跟熔炉放在一起？啊，这样一炸就没了，这样怪谁？难不成你要怪观众吗？我觉得观众都完全没问题啊！我觉得米哈游也没问题啊！听到了吗，米哈游？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地狱，与真同行。我可以这样说，我哇，我玻璃心了，我不玩了。我没有，我是说跟你来是简单的啊，对吧？跟你来是轻松的，我玻璃心，我玻璃心，我不玩，因为有你在，因为有你在，我们一起变得更努力。你再给我一个铁好不好？哦好，来这里啊，没有杜鱼啊。A few moments later， 来放我，嘿，我用你的铁做出来了，谢谢你的铁，我做了铁锄头。我看一下我还需要什么，你给我五个铁好了，我想要做，你给我五个铁，这是我最后的铁，这是我最后的铁。我刚刚挖的树叶都不行，那这个给你，这是铁锄头。我想说，我有一只，我也给你一只，这样子。农民才是我们生长的这个动力，好不好？哎、欸、哎呦，这好高、哦！哎呦，有蛮威武的，我们还不打。哎、欸，为什么你不用床啊？你的床被炸掉，刚被炸掉。你怎么那么不会玩游戏啊？连床都会被炸掉，我好像要死了、欸。我是半滴血，我死了。这个我等一下每死一次聊天室抓20个永鞭。你不是一直觉得玩这游戏很痛苦吗？对不对？你常跟我说哦，玩这游戏好痛苦，玩创伤好痛苦。你现在多少？1200个人，我死60次，你的聊天室就没人了。不用，谢谢。我们再去挖一下铁吧，我铁都给你，我铁都给你用完了。哎呀！哎、欸，你可以把东西都放到那个箱子里面，我们再分配。我手上只有32个泥土跟20个石头，你需要放哪一个？刚刚那些铁都没有了吗？有啦，你本来有做那个衣服跟裤子给我，但他们被炸掉了。哎、欸，你不是玩很久了吗？你家怎么看起来像个龙山寺一样？哎、欸，按、啊、这边我存一些物资。有、欸、钻、欸、石哎、欸，我帮你做一个钻石锄头。不要不要，那是我唯一的钻石。那里面是有5颗钻石，我做完锄头还有剩3颗，我做200，你这是唯一，好不好？不要不要，对，把他引走，把他引走，把他引走。朱元怎么引走？我要跟他大战，好不好？朱元璋大战苦力怕，我快赢了，我快赢了。哦，太厉害了。哎哎、欸欸、靠！哎、欸、我爬不上去，我怎么困难这样？你变超大，你变很大，你看我的 POD 啊，你变超级大，观众抖那随机大小，变成随机大小、哦。哇，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啊？你留个言好不好？让我知道你有多聪明。我想知道到底哪个观众那么聪明，你快留言，快留言。我已经准备好了，在一天跟永编中选择一个了。你要选哪一个？这样是不是那个你就可以 TP 过来？哎呦！没有，我走到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被变大小，我不知道，我看一下。白痴，我变超小只啊！你这样看起来像我可以单手抓起来一样。你有看过那种精灵的飞机杯吗？有看过精灵本子吗？他们就把它抓起来。好了啦，然后还有不要讲。可以跟你一起玩麦块吗？可以，我已经把它放我的 IP 寄到你信箱了，你大家可以进来。不要乱讲，他们真的相信。追溯寄我 IP， 我怎么现在还没有收到？再等一下，你不是常常进那种简讯验证码了，都也常常收不到吗？就跟那个意思是一样。你要现在付10块到以下这个账户，我们就可以再寄一封简讯收件吗？我今天在路上走出来，有一个小孩子突然走过来说：“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很像尊？”然后我就说：“有啊，有好几个人说过。”那一刻我在想说，我要摧毁他的童年，还是我应该要跟他如实的跟他说这件事？你要怎么摧毁他童年？我可以说别的啊，像什么？例如说不是，我是肾结石。我本来以为你那个加班台的意思是说，这个加班台最高最久就只开30天。哦，没有了。那你们继续抖啊！你看放我不是一直说啊，没有啊，这个现在真的很花钱啊，他就是在欲擒故纵。什么欲擒故纵？哪有欲擒故纵？我上次去他家的时候，他那边做什么？哎，你们不要抖，你们不要抖，你们衡量自己的经济实力啦，不要这样子。然后他一下来，哼了一声鼻子说：“哼，一群凯子还缺一笔。”屁啊！都这样讲，有没有考虑搞个观众版 UHC？ 哎、欸，有啊，我们之前有考虑，我们要搞一个观众版的 UHC。哎呦，里面每做的一个动作呢，都要付钱。好不好？就像这样子，你们在 UHC 每抖100块就可以让你们的敌人瞬移啊！你们每储值20块就可以走10步。我们准备搞一个这种东西，好不好？你大家有愿意参加？啊，奖励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开台，好不好？所以如果你要抖内我，其实这件事很难做到。但你的奖励呢，就是可以在我没有开台的情况下，我特别为了你开3分钟，让你在里面疯狂抖内。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吐槽。为什么不用超级感谢？但你为什么不用超级感谢？其实我开超级感谢了。哎，看来这个地图只有我一个人在付出。
你觉得被这样传送好玩吗？你觉得好玩吗？还蛮不错的。你下一句是不是一群海削一笔？为什么你讲这句话就感觉很像在一个日漫会听到？或是我是在主动听到的？你觉得我会不会很精准的跳到那个平台上？那个小平台？哎，对，你下面也有。你的不玩了，再见。啊，原来是我等一下做的就是先把水气永杯，然后我们再抽一个加好永杯300秒，加好300秒这样子。我不知道，反正聊天总有一个加好吧。原来是目前还没有加好。原来是如果有加好，就赶快出来跟大家好啊。那如果聊天是有两个加好的话，就有小加好跟大加好了。哎、欸，还是有人叫加好哎、欸？怎么可能没有人叫加好？我那国小、国中、高中头一个加好、欸。为什么加好是很多人取这名字吗？不知道哎、欸，可能是取这个名字就比较方便吧。就像我已经遇到不知道多少个怡君过了，还有雅婷呢、啊。还有什么名字啊？哦，对，子豪，子豪让我想到韩漫。玉群倒是没有很多，本来很多的。但你知道取那些名字的人后来下场都怎么了？在古代，这可是要杀头的。哎、欸，淑芬是不是也很多、啊？我认识一个蔡淑芬的，你同学吗？好像是我们社区的管理员。树梢哎，但是我有铁了，我挖了10个铁。哇，干，太有钱了吧！好久没听到你说这句话了。你上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你上次跟这个比尔盖茨出去玩的时候。哇，干，太有钱了吧！不要乱讲啊！在哪里？在下面。不要在挖里了。这个洞里面。干嘛？你想要不劳而获是不是？谢谢。努力是要靠自己争取的。不用，不要停。等一下，主任。直接帮我倒水，帮我倒水，直接帮我倒水，帮我倒水，直接帮我倒水，帮我倒水。哈哈哈！哎哎，我告诉你，你的所有装备跟着水一起被冲到下面的洞里。然后再跟你说一下，我刚刚看到里面有苦力怕跟中介的使者。我想要你的视角。你想要我的视角链？我要你的视角库。没有我的视角，但你可以跟我一起玩视角兽。我先去下面捡我的物资。啊，白痴，白痴哦！哎，奇怪 ，OK， 好，跟我回来。啊，等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白痴哦，等一下，太多了吧？哎，这个有 bug， 这游戏有 bug 啊！这什么 bug？ 我知道了，他妈的斗鱼在吃我石头啊！等一下，啊！来玩泰拉瑞亚好了，泰拉瑞亚。哎，我们要做开场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像来到新地图。嘿，大家好，放火！今天呢，我要跟尊一起来玩这一个《麦块有种让我死》的挑战，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玩过。哎、欸、啊，你要做个开场吗？我在做开场。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个。等一下，如果看到这个指定的创作者的话，我一定会把他永编的黄毛猪。这个作者目前被我放在第一次我在教这个盗版创作者怎么连线的那个影片，第一个帮我按不喜欢的那个人，你们放在同一个等列。你们都是未来如果我当上这个世界总统的话，第一个要肃清的对象。大家好，我是夜月，今天晚上做、欸、我刚正帮我演你一个地图。如果你是夜月在做这个的话，你应该就啊白痴哦，哎呦，不要抖内了，哎呦，哎，怎么有那个啊？白痴哦，干嘛弓箭买？啊，这有中介买，这是中介买。哎、欸，然后我原本有想说那个，如果真的过得不错，有没有吃饭再写难一点。我跟大家讲一下，反正我之后再也不会玩这个游戏。他现在在找我，就是在玩泰拉瑞亚了。所以你们这个再难一点好不好？再难一点，这眼前的什么东西？嗯，杜鱼一下就被岩浆怪杀死了，太简单了吧？我上次玩个模组，杜鱼会隐形瞬移，还会把我虚空漂浮，然后5倍的血量。你到底说什么了？哎呦，一个杜鱼都能把我杀20遍，你这个杜鱼算什么？我觉得你应该去把它加个隐形加速，会致盲，对不对？血量调10倍，然后攻击力我们调2倍，然后会重生，然后它还会召唤小兵。我觉得应该大概是这样子啦，我的设计思路是这样子，看你怎么想。为什么只剩半个？为什么我只剩一半个血？为什么我只剩一个半？真的假的、啊？为什么？你现在是零格了？为什么？你没有看到吗？他是一定在里面打指定铁啊！哎、欸，这边还有杜鱼啊！杜鱼打不完啊！我打得到，我打不到，算了。哦、我知道了。泰瑞啊！哦，我看杜鱼气要放我。Steam， 我们搜寻一下啊、哦。Terraria。好，我开了。我们现在打到大脑，我们该继续打大脑了吧？你说哪里有钻石？走啊，这边啊。哇，抱歉，今天不行。
哎哎，钻石当今天结尾。哎，上面还有一个钻石，你应该也要去挖的。耶！哎，你怎么没有捡钻石成就？哦，你刚拿了。哎，我没捡到。哎，你没捡到吗？被你捡走了吗？我没有捡啊。bug 为什么没有？哎，他把我钻石吃了。有没有可能水汽觉得我们这个游戏还是太简单了，所以把钻石取消了？那外面的钻石在哪里？这里，这里还有一个。哎，你顺着水流往上。哦，我来挖。哎，不，哎，这个就有。嘿，还是捡到，哈哈，谢谢你帮我送出来哦。谢谢。这游戏还是太简单，还是太简单了。好简单哦，怎么会那么简单呢？一直难度这么低哦。对啊，怎么难度这么低？不过偶尔嘛，对不对？不过我才进来玩一个小时，我就拿到钻石。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再更难一点，你们应该再调更难一点，不然我今天这个实测下来，我觉得这游戏真的是太简单了，大概就只比玩那个神奇宝贝跟第一个宿敌打赢的难度差不多而已。你只要会按 A 键，你都能赢，好不好？其他都不用做啊！我要那个什么做游戏开场。好，今天谢谢你，你玩你九点要来吗？我大伯都能全破这游戏。好呀，你那个我大伯小儿麻痹。